不要卡就好打，卡的话就难打了。魔术师。给力了吗？直接倒了呀！那你这玩蛇，我发现我今天晚上网络还好，我重启了路由器，也没那么糟。那好了，那肯定是在原黄机了。不是。搞了半天鸟没叫，真是。我操，板子都下好了。限制什么操作？等着，哎，你在这边继续耗，耗的等着死，耗。那画表没交，懒得插刀。
夜花四六小星星。调香师，想绕过去修电梯。那应该出序的道了。翻船加速了，他这边要刺刀了。这都不算吗？太真实了，当面跳都不算真实。还是跑不掉的。噔噔噔噔噔。跳起来，跳起来的话，我日！不然这都能歪。太错了吧，枪！倒地皮。记账了吧，反正两个人都在吃。是他救吗？他在干嘛呀？救呀！我又不打你，看你激动的，我知道你没怀表。
怀表的值仅到800分。救一波！800。他在这边，听见敲钟的声音了。找一个天气，赶紧过去。他应该沿着那个鬼屋跑了。全都开始凶了。拉锯还是也有小毛病。哎，他跑了跑了，他等我又要回来，你说你何必呢？我就是拦你。你看他又回来了。你在上面别动了，你就在上面蹲着。这小明是谁啊？我守这台电机。佣兵补电机，调香师重新修一台。一
应该带传送。这个神器没用。算了，这剑姬没了，一定要修完了。鸟儿必美，全是炸鸡。守一下这台，借尸摸人，调完身重新修，车在这里。开过去了，开过去了是好事。这边机械师得留下吧。行，他上去，上去的话，上头还不一定打得了。我不敢上啊。我感觉招他没用。起了，我得拦住他了，要拦住这个佣兵，接尸没至于，佣兵也没，拦住就行了。看见他了。没护臂了吧？没护臂了就过不去了，不用打，打就当硬仗。那流速，等我看一下低调在不在这。算了，低调在这，那没办法了，赶不过去。还好打到祭司无所谓，采访
是干嘛呢？你在桥这边打个洞不就没事了吗？他为什么非要在那个滑滑梯下面打呀？晋升，不用看了，晋升，我不好撞他。还是风窗一刀加金身，有点东西。爆好了，不带张狂的，贼自信。开了个一狙，痛死你哦！我还要干你一门！在这边皮一下，看他追我。没机会翻盘了，倒地可以接洞了呀，接个洞就可以走了。是外部电机还是内部啊？怎么感觉像是在内部？
叫儿子。应该是佣兵修完了吧，要不就是魔术师。打针对了，打得到，这个隔窗刀打得到的。等会儿，哎呦！佣兵再救就是刷分，让他救不去。我要找到医生，这边魔术师修完了，你看一下。不想用神器，压急了。佣兵身上有算的，需要再打。这边在等，打开门站了，肯定有闪现。打个战斗。
快过去，赶得到就赢，赶不到就输。